是把锁定，锁定 ，OK， 然后我们来划一道28的横。划一道28的横，我们来量28，少了，我们少了2mm， 大概2mm 的一个粗 ，OK， 然后少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做微调，这里有个螺丝。把它拧松了，拧松了，拧松之后呢，用你的拇指指甲往前推，往前推2mm， 大概2mm， 锁定之后呢，把大螺丝松了，往回退2mm， 就是你要切的28mm。你要切的28mm， 然后我们再来划一道28的出来，再划一道28的出来。那么我们现在来量这一道，就是28了。我们现在量一道就是28了。